前面这个桥呢又很高，但是呢，加拿大的那个自行车呀，还你看专门有一个道，所以呢，应该说上去不是特别的危险。我呢一会儿上桥的时候呢，我稍微拍一点，因为现在旁边都有栏杆嘛，所以相对就比较的安全。大家好，又出来转悠转悠啊。天有一点阴呢，明天才有太阳啊。我们现在来看看那个现在我们来看看啊，那个现在马路上，现在我要过桥了，我看这个桥怎么过啊。是上桥呢，我们骑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放在二档好了，放在二档啊。然后呢，这个骑起来稍微不太吃力啊。来，我们就开始了啊，开始骑了啊。好，前面呢应该说这个骑起来呢，那个因为我现在是基本上是这边还没有到坡啊，所以就比较方便，前面才有坡，一会儿我再给大家放啊。好，现在呢开始有坡了，我们上啊，走走起。哎呀，稍稍呢，因为毕竟是单手嘛，所以掌握起来会稍微有一点难度啊。其实来看一下啊，基本上上坡不要花太多力，因为车子很快车子很快，我现在已经到了，基本上快到，还没到桥到引桥，现在是属于引桥，一会儿上那个，一会儿上，哎呀，马上要上桥了啊，正式上桥了啊，正式上桥喽，上，好，现在正式上桥了，桥，上桥，冲啊，哒啦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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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你看，关键是加拿大骑车有一个爽，就是没人，谁人啊？没人啊，那个整个前后都没人，所以哎呀爽啊。这边啊，得拍点老黄骑车的样子呀，老黄骑车的样子啊。哎呀，走起，走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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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哎呀，我现在差不多就已经到了那个桥面上了啊。再往前走，同志们，这下子在边上的景儿，好，到桥巅了，马上就下桥了。下桥比上桥更难一些，下桥太快，所以呢，下桥要特别小心啊！我一会儿我到桥上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现在我来到了这个斜拉桥的中间了啊。那个桥下，飞沙河啊，我们的飞沙河，哎呀，哎呀，景色还是非常的壮美。来，然后老黄的行头啊都在这里，整个就没人呐啊，只有老黄我啊一人呐，今天包场啊啊，包场包场，哎呀。哎呀，这个包场的感觉，你看，哎呀，新中国联邦啊，那个什么自卫队还国民队，怎么不来巡逻呀？到这边来巡逻巡逻啊！老黄在这边等你呢。哎呀，哎，在这里我估计啊，就到再站一个小时都估计不会有人呐，啊，因为我看下面有一些人在桥下，有些人在锻炼，这边没人呢啊。同志们，刚才的桥被我甩在后面了啊！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公园这边了。那、啊、你看，这边是飞沙河，著名的飞沙河呀！啊，看，哎呀，特色，没人啊，没人，没办法。啊，都清场了，哎，知道我们，哎，新中国联邦的对头来了，都清场了，在这边啊，转转啊，那个没人了，蚂蚁也没来啊，哈哈哈哈，啊，今天骑了17公里，回去再骑17公里，因为那个它有自行车道，所以也挺方便的。我在这里逛逛啊，老妹儿，清场了，清场了啊，清场了，清场，哎，清场了，清场了，清场了，哎呀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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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360度啊，同志们，啊，好，拜拜了啊。